继续来关注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北京音乐厅相继上演的荷兰凯勒芬五重奏音乐会和管亚东琵琶吉特大提琴三重奏，让观众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礼乐之交。双簧管、单簧管、低音单簧管、萨克斯、巴松，五种古典管乐在五位演奏家的手中如同五只魔笛，在古典乐和现代乐之间游走穿梭，一改古典乐庄严肃穆，加入了自由率性的即兴表演。表演者们脱下往日传统的黑色礼服，充满颠覆感地化身为管子工人，在舞台上组装出了全新的乐器。引人入胜的舞台形体表演和带有情节感的古典乐表现，牢牢地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To show children that you can make music from all kind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o show that you can tell a story.Without words. 本次上演的创意音乐工厂是荷兰凯勒芬和著名儿童音乐教育机构 Ocan 合力推出的趣味音乐会。这场专门为儿童打造的音乐课程，让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浸染在音乐的世界中。同样作为第十三届相约北京艺术节的邀请项目，管亚东三重奏乐团演出的《北京频率》却为观众呈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视听享受。曲目中既有《茉莉花》等东方民乐经典，也有《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流行金曲，同时包含了《磨坊舞》等特色鲜明的西方乐曲。琵琶的清澈明亮，吉他的华丽悠扬，大提琴的低沉婉转，三种古典乐器在演奏中彼此衬托呼应，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你就会听着感觉就是更容易融合，更舒服一些。